戳戳戳戳戳戳，是这样唱吗？你压压受不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大家不要搞不清楚，今天是星期几哟。对，是后天，就是后天。你明天再过一天，到后天你就可以见到我，这样就这样想就可以见到我，这样就这样想。拜拜。Hello 一杰 ，Hello 丽丽 ，Hello 小贤 ，Hello 熟弟吗？我是呆灵，我今天是呆灵，我把鼻子打太粉了，发生什么事？谢谢点续费粉丝团，这反应我喜欢，诗人都已经习以为常，因为难得啊，不是啊？Hello， 对，我是可爱灵。为什么今天光这么黄？今天口红颜色不对，我真的不能擦这个颜色的口红，是不是？没关系。今天是粉嫩的一天，今天是没有画，只画了眼影，不是，只画了眼线的一天，还有眉毛，还有口红，超奇怪，但我懒得化妆，嘿嘿，等我一下，嗯，怎么雾雾的呢？这样比较好。怎么戴眼镜？这是假的，假的哦。撞到喵喵的，你撞到喵喵？你说骑车撞到喵喵吗？还是什么撞到喵喵？什么东西？荧幕还在，对，我在擦荧幕。谢谢柠檬的薰衣草，柠檬晚安。Hello 黑流星。Hello 傻优 ，Hello 杰仔 ，Hello 浩毅，真的是不是好想你 ？Hello 鱼萍，骑车回家的时候，哦，没有死，那还好，还好还好，谢谢点的薰衣草。我们今天10点以前要关，因为我明天要很早起床。可以吗，大家？10点可能太晚了，9点、10点，随便啊，10点、9点半，没有10点，好，10点就是10点了。所以我们9点开始念书，他自己从路边上开始，真的假的，吓死人。那你还好吗？谢谢 Sparky 的10000个赞，谢谢西兰的10000个，有收编吗？什么读大学？什么读大学？没有啊，我高中啊。刘海都掉光了，不是啦，我把它弄上去了啦。可是我真的是没有毛，而且你看我真的是一堆胎毛哎，不是一堆宝宝毛，这是宝宝才会有的毛吧？这些毛都没有想要长长的意思，他们如果长长的话，我的发际线应该会再往前一点。希望他们可以赶快长长。等一下，我看不开心这个口红颜色。没有美人尖，对，我没有美人尖。
以九点读书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九点读书。我很稳，臭西来，你真的是太爱我了，所以就一直灌呛我。谢谢黑流星的台北。我九点才，我刚刚讲，我说我九点才上学吗？不是，我说九点要念书，念我的这书，这个书，这个书。OK， 你又懂了吗？这样子腮红没有搭到哎。所以不呛你就不爱你，没有啊。上次我在阿丽台，然后西兰说他是因为太爱我，所以才一直呛我。嗯，怎么还是没有搭到啊？这个，其实我的腮红涂很红哎，只是镜头上很容易看不出来。你怎么可能猜测？哦，耶 ！Hello， 君燕，君燕今天棒棒的。可是我的古装，吓死我了！还有，好，没事。哎呦，不是说呛你才哦？好吧，所以你不爱我。这样比较好吗？好像没有，我现在很像什么喝醉酒还是什么啊？那个冬天脸怎么讲？脸很热，脸很红，不害羞啦。老鼠，我们巷口又有一只压扁的老鼠。Hello， 小鹿，腮红怪怪的，对吧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未成年喝醉好，才不是。难道你来这是来爱消遣大件的？有可能啊，你们不是有一些不太好说的关系？你们是很友善的。我在跟别人推销眼镜是怎样？很像我吗？有这么像我吗？在跟别人推销眼镜，很好笑哎、欸！他跑超快，真的。Hello 阿翔 ，Hello 花爷 ，Hello 富伟，被你压到还跑超快。他也是生命力蛮强大的呢。很像身高哦，身高有一点不像，嗯，一百多身。臭白兔。可以不要这样子讲吗？我今天在路边看到一只老鼠，它很悠哉的在过马路，在那个我们去拿东西的那边。那下一步了？没有，然后它就转到旁边，然后我跟那个姐姐，那个雅文姐，她超怕老鼠，然后说：“哎，老鼠哎。”然后我旁边的同学：“哎，老鼠哎。”然后姐姐就这样，就这样子走。我想说：“哎，姐姐怎么没有回我们？”这样。就他怕老鼠，一百折三元可以的，
孙雷，嗨，孙雷，好久不见，悠哉。对啊，老鼠很悠哉的过马路，他就这样嘟嘟嘟嘟嘟，然后从我们前面经过，然后就哎，老鼠哎，我们两个还蛮淡定的，然后那个姐姐这样，你们怕老鼠吗？我是觉得就是不要仔细去看它长什么样子就好了，可是老鼠就哦老鼠啊，对，没有冲过去，有事吗？很噁，怎么突然那么大声？想你呀、啊，要靠旅行，我不要理你，哼，你都说我圆脸，哼，觉得很可爱哦，那种路边的没有洗澡的老鼠哎。真的煮的，到垃圾时也看到，哎、欸，老鼠，看老鼠比较强壮还是你比较重，是怎样？它会把我扛起来是不是？很有事，哈喽，偷偷来，我的耳朵真的一高一低耶，你们有看，你有没有发现吗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看我的耳朵一高一低，这样戴的时候，它就会这边比较低，是不是？打掉重来。是这边比较低吗？可是这样子又看是这边比较低，不知道，搞不懂。好吧，我就圆，我就是圆，我是 circle， 是这样讲吧？我头发都遮住耳朵，不是，是给 Mina 把耳朵咬的，给 Mina 咬耳朵，什么意思 ？Wrong， 哦、oh, ，不要，我要叫 Circle，Circle 不是圆吗？呛诗人现在被他讨厌了。谁叫你要乱呛诗人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呛的，好不好 ？Circle 是平面的人哦， oh, 我蛮平的。我是说五官的部分。马鲁啦，好啦，就叫马鲁，我不要叫马鲁。马鲁，我不要叫马鲁。哎，我们公司有一个姐姐叫马鲁，这是可以讲的吧？应该没关系。我不要叫马鲁，我是随便，反正就是圆着。马鲁跟人证明的，你们，你呛他什么？你这样说那位？对呀，啊啊啊！知道啊，你们知道马鲁啊？你们知道马鲁姐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你们都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很熟？知道啊 ，Donuts。我中间没有动，好不好？老范都知道，哎，是哦。关店就认识哦，真的、啊？谁是马鲁姐？就是公司的一个姐姐，是啊、哦，有一个马鲁啦，哪有啊？马鲁姐没有当很久的工作人员吧？对啊，他们知道的应该是壁炉吧？一个是壁炉，一个是马鲁耶。请马鲁去叫壁炉去啊！对对对，Hello， 什么？我看不懂，他变行了，我就看不懂了。Puffs 怎么念 ？Puffs 泡芙是吗？哦，应该很年轻，我不知道呢。马鲁就在了，哦，
泡芙，我叫泡芙，泡芙是一只可爱的猫咪，我叫泡芙吗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我放弃挣扎，你们想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。谢谢秘密分享直播间。什么泡芙阿姨？我不是泡芙阿姨。TTP 最小，真的假的？你一直以为是我吗？真的吗？我很像 TTP 最小的吗？所以我才说啊，你看像，就是我已经17岁，可是就是怎么样都被人家当成小孩子。笑笑，我看懂。你跟你想被孙雷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，我很怕你被大剑打。对啊，你想被大剑，想被大剑拐走是不是？你站在他旁边，有聊到他，有聊到天，也聊到他。无所谓啊，你知道反正我也可以啊，这样是不是？反正他是我，完全没骗，真的、哦，酷哦！不是上次有人在大道城看到他，还停留在我是15岁，没有，我们现在里面那个晨晨14而已啊。哎，可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。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出去表演，然后主持人问说哎、欸、那个现在你们在场最小的人是谁，然后我就默默自己举手，结果我忘记是谁，布丁啊还是紫萱，布丁吧，布丁比我小，我忘记，然后我就自己这样举手，然后他也举手，我们两个就一起出来再看一下，我就心想布丁布丁啊他比我小哎、欸超好笑，超级尴尬的一刹那，就是这样子，还轮不到、哦，什么厚脸皮，我就忘记了没。谁会上台前先对过谁几岁啊？而且那时候跟布丁还不熟，所以我就，这个人他，他比我大，比我小，忘记自己年纪不小哦，可是是，好像16岁的时候。不知道，反正就蛮好笑的，还是15岁，16岁吧。上节目都被抢了，今天啊，布丁比你小，又会是你？哎、欸，怎么也有一个以为的？这人好不要，才没有嘞！那时候是去那个威刚尾牙的时候。第一次去维港维亚的时候，超级好笑。西兰爸爸 Ben， 啊，明白？到底什么意思？哦，因为猪猪宝贝吗？娃娃脸太难分辨年纪，可是真的是到哪里都会被觉得是小孩子。其实我还是一个蛮成熟的人啦。Hello， 夏儿，晚安。西兰怎么不是西兰讲错了？孝贤怎么没有说下了回家？你这个不称职的什么什么成熟的屁孩？主持人问最谁最笑唱哦？笑唱哪一场忘记了？举手说15岁。很好笑哎、欸，脸太脸，我真的很成熟。出访雨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这是什么词？嗨，早安。阿丽不是在直播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不好说的什么？我成熟啊，不成熟吗？我只是声音跟脸没有很成熟，身高也没有很成熟。我的内心是一个成熟的大人，可能智商也有点不成熟，没有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你们好考古，慢慢喜欢上歌手，变成什么滴滴了？语音成熟吗？成熟。他好老了、哦。太多了，多了，多了。嘘。我是成熟的人。我觉得我可能18岁，如果真的考到驾照，然后骑车一定会被警察拦下来，会不会？怎么可以睡？对啊 ，Bibi 今天出去玩呢，可是没有我。Bibi 耶 ，B， 我以为你在叫 Bibi 耶，Hello，Hello Bibi 耶。可能会有一点坏，我成熟，我成熟啊！要跟男朋友报备，我都快要变小三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你很年轻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洛瑞笑笑 ，Bibi 坐的那台是30对吗？对啊，30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你知道？你猜的。今天没跟到吗？跟去哪？哦，你说去出去玩吗？没有跟到，因为中间去弄事情，然后他们就自己出去玩。没有啦。我发现我真的是宅女，就是我可以不出门，我就不出门。我可以待在家，家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啊，像是手机。我是可以一整天都躺在床上的那种废人。化老妆是怎样？画法令纹，画鱼尾纹。卡通配音的声音，你说我吗？配什么？想不到角色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适合当睡美人？没有，我没有在睡，我不能睡太久，我睡太久会头痛。可是我可以一整天躺在床上废，然后可以懒得起来吃饭之类的，应该吧？除非我真的很饿。这个时候都不用化老妆。直接上路了，这个时候吗？这个臭小孩画皱纹，唐老鸭很难哎。有网路啊？啊，有了。我以为他啊，有了。我以为他派起来。
开始。啊，你好，哈西！吓死你们！主播老婆没有我，主播老婆没有我，我刚刚去弄网路啦。啊，你好，哈西哟！求你，我应该要取一个韩文名字。Hana des， 不是 des， Hana 伊米达，不要叫 Hana， 不会讲。网络不稳，网络不稳。我要念。跟我这样子差不多，跟我这样子差不多，这么厉害，我的真音，说，我在乱讲话，我在乱讲话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我的哦是 real 音。谁叫你们撞时间？你要公平，你不要以为你第一个到，你就可以提早走。对啊，九点了，好快哦，太快了吧 ！Hello 什么什么？我每次想念你的名字，我就想念什么什么，什么变大只了？哪有？才没有！我今天很像紫薇，你那个刘海发生什么事？谢谢呆呆的训练。呆着是的，没错。呆着是的，没错。嗯。他新公司到吗？新公司到吗？他比较像。他比较像紫薇。男生可以用女音啊，这么厉害！你要不要去合唱还是什么？什么合唱团？不是合唱团。男高音哦的那种声音吗？哦，不是这个声音，好像有男，不是这个声音，好像有男生可以用这个声音讲话。我不会。是这个声音吗？外国的男生他就这个声音打电话给老师，然后不是打电话给什么老师吗？还是什么什么老师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真的很像小孩子。瞬间变，为什么？他用这个讲话的声音跟他的老师讲话。哦，我用起来很像老奶奶。哦，我用起来很像老奶奶。不是 ，no。他很像那个切换声音跟在一起唱起来，是吗？可是他用这个声音就是小孩子的声音啊，就是小孩子的声音啊，为什么我用起来变老伯伯？不能笑，好痛苦啊！可以笑，你可以哈哈哈。哟，大家好，我在看赵雨林的直播，在看他耍白痴。蔡喂，你很坏呢、欸？为什么我用起来你们说像巫婆？为什么我用起来你们说像巫婆？什么蟋蟀？耶耶！哇哦哇哦！我装小孩子肯定要用这个声音。我上次跟那个原子竹一起用小孩子的声音唱歌，我们两个超可爱的，你们想听吗？超可爱的，你们想听吗？耶！
给你们听的，给你们听的，菜头你个头！国外的声线已经算小朋友对吧？而且是小正太，好像不是这样用，不知道怎么讲。为什么不想呢？我那么可爱，为什么不想呢？这个是小朋友的声音了吧？我有点变不回来小朋友的声音。这个，这个 A 不是 A O， 算了，你走开，臭西人，不要理你的，嘿。用这个声音来念书吗？还是比较好，算了，我放弃。要换这个声音录音，也可以哦。你上一次，你昨天真的 VIP， 你要录什么？真的 VIP， 你要录什么？你想录什么？录这个声音唱歌吗？这个声音唱歌，应该是这个声音才对啦！啊哈哈哈！我还有小朋友说啊哈哈哈哈哈！晚上有病了。你会关直播？你要先开直播，你才能关直播。端文跟路人上完了，这个唱歌唱什么歌？我们用这个声音念书的，话，应该会疯掉。不。换砖，干嘛？不要！很像菜龟呢。Why？ 菜龟是谁？菜龟是谁？我不想是谁，我不想要叫菜龟。我是小乌龟，你不会疯掉，会疯掉。这个声音念书就去看果果好了。喂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臭白兔。还有我们恢复，臭白兔。还有我们恢复正常，好不好？练习不升级，等一下回不来了。好，49篇，等着。两个人的孤独比一个人，两个人的孤独比一个人却更孤独，却更孤独。嘟嘟嘟，不要娃娃，是这个的。现在有了吗 ？Hello。节目已结束，你要改呀、你要重开。好了，正常了是不是？那我们继续喽。耶、yeah, ，终于，真的是。我觉得每次就是卡的次数太频繁了。就是你可能一个月卡个两次呢，那就算，就是每一次都卡呢，就很麻烦。逛了一圈，好玩吗？谢谢社长的10000个赞。好，我们要念书了，各位，我们重新念一遍啊。没有丈夫或情人的孤独与有丈夫或情人的孤独是不同的，两个人的孤独更加令人难以承受。感情好的时候充满幸福，那么问题
没有爱人的孤独是一个人的孤独，想和谁有牵系。这种相对在世间的孤独，相对于世间的孤独，这时可以和其他单身者结伴，或是热衷于兴趣快乐过日子。其他人还好是吗？所以是怎样？是我的网络有问题？没关系，我们快要可以，没关系了。希望之后不会那么卡。哼，算了。好，可是有情人或丈夫的孤独，则是因为和特定对象之间无法相知而产生的。尽管人本来就是一个人，可是现在明明是两个人，因此格外寂寞。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夫妻应该是相知的，应该互相爱对方。当真实状况与期待不同时，就会有种遭到背叛的感觉。为什么他不了解我？为什么他不更爱我？于是责问对方，想确定爱情。若不能如意，就会十分焦虑。所以叫大家不要结婚啦，不是啊？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呢。就是，当你其实可能跟人家是就是交往了，或者是干嘛？当你们是两个人的时候，可是你们两个却可能聊不来，或者是各忙各的，这样也是更孤独吧？因为自己一个人，你就想可以去寻找自己的喜欢的事情，自己一个人也蛮自由的。可是啊，应该会是说，可能你跟人家交往之后，可能另一半也会管吧，就是不会像之前那么随心所欲，就是想跟谁出去就跟谁出去，所以也蛮孤独的吧，就是这样子，就会结婚。小兰是这样子结婚的吗？谢谢小兰的花枝精粹，这里比较好玩，真的，白兔赞哦。还有黄鱼，你的第三名没了，什么第三名没了？哦，我今天会看日榜。夏尔管你。Hello， 阿华，阿华好久不见，有吗？好久不见吧，好像也还好。谢谢夜空 sky 的一万个赞。Hello 丁丁 ，Hello 醉寻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对方就在眼前，但彼此心灵无法相通，就会让人感到孤独。相反的，哪怕对方不在眼前，不常联络，但只要心灵相通，就不寂寞。互相会想到对方，就不会寂寞，对吧？嗨 ，Hello 瑶 ，Hello 樱桃猫 ，Hello 月亮弯弯。眼睛轻的人，好。他说：“我有个朋友，因为想去国外攻读博士，就带着小孩出国，把老公一个人留在国内工作。那时大家都担心远距离夫妻会出问题，当事人却认为小别胜新婚，偶尔相聞更有情趣。他留学五六年后，夫妻俩果然依旧间谍情深。”夫妻圆满的秘诀是守重互信，以及尊重对方选择的路。为了使自己不孤单，请努力了解对方，不要过度依赖或有过高的期待，确保双方都有自由，才能保持心灵的平衡。你是昨天新入坑，刚入坑的新，你是谁？你一定不是你一定不是新粉。你是谁？是不是你是谁的分身？谁的小将？独孤谁哦？小别胜新婚啊？什么小明是新婚？小明跟谁？小明跟谁是新婚？请问是吗？你真的是新你吗？新你？这么容易识破，你看吧，你一定是什么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猜不出来。幻影战士，孙雷，还有谁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
谢谢樱桃猫的 love， 谢谢西兰的10000个赞。Hello 娃娃，小生命开播的，你是如来佛，看你的万佛朝中是什么东西？走心的，干嘛？你是谁？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？谁会叫月亮弯弯？我猜不出来。Hello， 七儿，七儿，儿儿儿儿 ，B 什么 B 吗？去找光复老师？没有，我这几天没有去公司。不要吧，我真的要去，是不是？太阳，太阳，月亮对比什么？太阳啊，月光，幻影，幻影战士不是啦。再卡就是。你不是说我这里比较好玩，你还跑掉。Hello， 人人有攻略。Hello， 七星软包。Hello， 落日小小，不去最好啊，我可以省钱。我忘记你要干嘛了。哦，你要什么？Hello RKO， Hello 念琪，谢谢落日小小的10000个赞。Hello 玉，我知道你，你不要装了。嗨白兔，合照会可以想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吧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谢谢，也很卡哇伊哟，卡哇伊。偷人家的梗。Hello， 冰轮丸。Hello， 咖喱小子。真想出去装新粉丝回来啊！不会，你现在出去装新粉丝回来，我就会哦，这是 Sparky。对你采购了，恭喜采购 ，Go Go Go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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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谢谢版兔的口罩。你采购不会发一包红包吗？我没有钱，我又不是雷伊。雷伊主播只要有粉丝采购，他就会发一包红包。今天也很烤章鱼，有烤章鱼。What？ What？塔可亚基是这样念吗？呀，你断钩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落日一笑笑发红包呢，谢谢落日一笑笑。可是我是说，是主播发的，不是自己发。谢谢落日一笑笑，谢谢梦追踪我，笑哥。笑笑，谢笑笑，谢谢版兔的口罩。我的小姨婆买了一个很瞎趴的口罩，是豹纹，彩色豹纹，哇哦！我帮你帮我发，他刚刚发过来呀，还要这一包吗？我是不介意啦。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！耶！谢谢小贤的红包，谢谢小贤，谢谢小贤。傻悠要去睡觉了，傻悠，哎，怎么又有红包 ？Sparky 的红包。Sparky， 哇！谢谢 Sparky 的红包，咸包，咸包，谢 K 包，嗯，有点难听，是八包，算了，我错了。
谢谢红包。Hello 陈 ，Hello 别在我眼前。咸包，八包 ，Kiki 包 ，Kiki 包 ，K 加速，你被码掉了，你打了什么？您还是别说了，是我也意识到了，我别说了，我住嘴。夏尔发不就尔尔包夏包，夏包还好吧，夏包烧包谁谁不许你这么说，什么什么不要欺负这样子，你不就你在西包都蛮难听的，还是不要加包好了。烧我哪有烧包啊，我哪里有，我还差很一那我哪有啊。哎，明天双十一耶，大家有没有要抢购一番？我好像问错群体了，问错人们了，是不是？对男生来说，双十一没有什么，是吗？要入手 PS4 还是什么 Switch， 也是有特价的呢。BB， 张 BB，BB 张，我不管，我想要摸摸。摸摸 BB， 啊，干嘛闻？啊，你偷看我，好可爱！光棍呐，一，人力银行。明天要找工作，不是？入手合照会，一没有特价哦，不好意思。找情侣拆散吗？你去吧。我这是屁孩，我哪有 ？BB BB， 高蛋白啊？买高蛋白 ？Why？ 不买了，要买。虽然没有特价，但还是要买。一唯一买原价的东西，一定要买。一个是我们的第四张单曲《富握手卷》的，一个是我们的合照会。不要拆散你跟夏尔，你有在运动？你说那个高蛋白是黑色那一罐吗？是吗？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吗？不特价一下吗？你太晚提出这个意见了，应该是不会了。特价变一，超级没有特价，笑死。Hello 上，咦？什么？摩？摩拉古？白天下单，真的假的？太棒了！谢谢十八 K， 你是腹肌版兔，真的吗？想看，虽然我对腹肌还好，不是特别热衷猛男，但有腹肌也是蛮帅的，应该吧？没有概念。哔哔哔，但是舔别人 ，what？ 有啊，有拿到 special gift， 在那里。在旁边而已，不用拿，不用拿，有拿到，哎，
他抱我的脚，好可爱哟、哦、，baby。你赶快去练腹肌。我没有说我很喜欢腹肌啊，只是有了应该也不错吧。可是谁平常会看到腹肌啊？你出去不穿衣服？我抽到谁的声线？我自己的啊，那是发的啦，可以讲吧？就是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。Hello， 罗东邓紫棋，要不要来高歌一曲？卢卡，卢卡有腹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穿小可爱 ？What？ 什么？立功虾米？你们也是随机？没有。不给你雨林声线，腹肌卢卡，卢卡有腹肌啊、哦！我喜欢男的呢。哦，他喜欢有腹肌的。哦，你怎么那么了解人家臭米酒？交换，你要跟雨林交换，用十张换我那一张，有什么差吗？不就我吗？都是我啊，你没有我。好的，加速。跟我换一张雨林声线，为什么？我要我自己，我不要别人，我只要我自己。我是雨林推。你没有抽到哦，那就是叫你多买一点。祝你早日抽到我，就不用买那么多，哈哈哈哈。我们40分来念，来排榜。谢谢天佑的枫叶。哎，还是我现在开始排榜，反正那个抽奖没关系吧。你也没抽到，那就多买一点。对，就跟开盲包一样，是这样讲吧？盲包，开箱。大刀，嘿呦喂！不买了，盒子好麻烦。不会。你可以回收再利用，你看那个盒子多棒，可以装其他的东西。最好是我在那边瞎讲。可以啊，可以当那个首饰。对啊，可以首饰盒，西兰的首饰盒，你可以送给你的未来的女朋友、你的老婆当首饰盒。说你看上面有我的推，这样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害你联想，联想什么？灯美雨林心累，我可能就在你的下一包里出现，所以呢，赶快去买。大家来跟我合照，然后当场分手，这什么诅咒？这样子不太好呗。现在送给现在主播看就好。什么意思？主播不是 BB 吗？原来你的好了，不要再闹了。妈妈接我。CD 盒送你当化妆盒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三单的三血，你来乱的。汉推结婚最好，
那你要和谁结婚？你要和阿丽结婚呢、啊？你是美女是吗？还是屁屁是美女？然后你是野兽，到底你可以好好说话吗？两个都不太对呢。你的形容的好像有点怪怪的。你是美女，希兰说自己是美女，屁屁也没有在野兽吧，对吧？要看日榜，日榜。日榜在这儿呢，嘟咕嘟咕嘟，你要跟谁？落日一下下要跟谁？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想结婚的推都已经是人妻。谁？恭喜 Sparky 中奖！恭喜 Sparky， 贺喜 Sparky！ 我忘记我把牌牌放去哪了，在哪呢？思考一下，我把牌牌放去哪？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牌牌。恭喜宝宝，搞笑哦！没看到名字，原来是你哦。是自己就不会有名字吗？童年痴呆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不到。姐，你太厉害了吧，抽到三千。真的，太厉害耶。不是，他是帮你抽到三千。抽到三千。哦，没有啊，今天有8287，是吗？可能性比较高了。
快乐，因为你。是不是没有？奇怪，找不到怎么办？下次补吗？我真的忘记。重写，我没有其他的卡。奇怪。等一下哈。Hello， 四国居民，谢谢你的口罩。没有在那里啦。怎么？嗯，奇怪，还是在上面的那个。不是啦，最上面。我想要自己找啊，可是不行。你就跟他们聊天呢，你奇怪的你。不是啦，他们在说我害你要找啦。哦。我想到了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。啊哈！还好我还没有痴呆的很严重。在这里呀，我找到了啦。找到了，重新整理一下那个。我知道，我找到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啦，干嘛？哎，这个手机档哎。Hello Hello， 我要来弄吧。得到了，耶！什么大？What? What? 中，这好跑，搞笑哦。你说你嘛，你孝顺妈妈可以啊。什么的？妈妈又不是你岳母。
是你的阿姨，不是？对啊，是阿姨呢。你是表哥啊？表哥的话是姑姑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姑姑是姑姑。你孝顺妈妈。好的。Hello， 喜乐哭妈。喜乐哭妈。夏尔。姑姑，不然嘞，我是表妹呀。这什么歌啊？在排榜榜，对呀，在排榜榜。草莓酱，草莓酱，我根本没有想要挂钩。这是什么去了？美女与野兽。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应该是吧。发现，你不要一直注意我们的发型，而且今天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我的发型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这样子绑起来，你最好看得到我的发型。而且阿丽那个应该是因为平常都中分，然后她后面是这样子梳的，所以也看不到发型。发型应该男生比较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们头发比较长，所以那个发流会不一样。花木兰呢？是啊，哦，好像是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花木兰。其实，哦，没事，发流，发旋，发线，不知道是谁。发菜。什么？发旋呢，是这样讲哦。发旋呢，是哦。怎么可以剥夺你们的乐趣？怎么可以事先让你们知道呢？会比二周年精彩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对吗？敬请期待。听到想睡觉，这首歌听到想睡觉吗？城呢？怎么没有一城？
道是谁唱。你说刚刚那首吗？不知道是谁。这也是花木兰呢、啊。听呢，这是什么歌啊？没有要爆雷啊，只是想确认有更精彩吗？这个我也不能告诉你啊。那这是什么歌？阿拉丁啊、哦，我都分不清楚。夏璇怎么都知道？夏璇爱哦，夏璇喜欢的公主。板兔有排排吗？我忘记了，板兔有排排吗？应该不认识哦。什么？板兔有排排吗？没有，我太少听动画的歌吧。可能吧，我就看过这么一次这样，所以就不熟吧。很好听耶。怎么没有看到玉？我每天早上找玉，他原来就在上面的，不是吗？哪有？哪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我找，我找。库巴，库巴，库巴不是那个乌龟吗？可以不要装那个乌龟吗？哦，玉这里啊，玉。什么歌？长发公主，这个我看过三遍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刚装什么 MOD， 不是 MOD， 反正就是可以看电影的，然后可以免费选一部电影吧。我们就选了这个，然后因为免费选了，所以就看了好几次。哪里哦？什么？你说我是胖胖马里奥 ？What？ 你有笔吗？男友雨林胖呢？
回换男生唱了，是不是？是谁？你干嘛偷用的？好，我们要赶快念榜了。猪猪宝贝啦！还没有听到男生唱，哎，怎么不是男生唱？我不是记得有男生唱的部分。尤金。男生是什么？对，尤金。好，第十六名是奕晨，谢谢奕晨。第十五名是天佑，谢谢天佑。十四名是板兔，谢谢板兔。十三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十二名是玉，谢谢玉。十一名是落日一笑，谢谢落日一笑。第十名是加速，谢谢加速。第九名是社长，谢谢社长。第八名是夏尔，谢谢夏尔。第七名是 SPA， 不是，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SPA Light。第六名是小蓝，谢谢小蓝。第五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第四名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三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二名是点，谢谢点。第一名是秀贤，谢谢秀贤。嘿嘿，再来欢迎今天的 VIP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看那个你画的好。No, it's not right。我画的在哪里？收起来。等我。一定不要开先拆，回答问题吧。起来，同时要好好拜。做个乖小孩 ，Oh why？ 每一天给你的爱是一千倍。恭喜嘞，同意输赢了。恭喜嘞 ！Spa spa spa life， 那么热闹，那哎呀 ，I can't stop， 没 can't stop。好，不要再唱嘞，这是我，我还是觉得我画得很丑，哎，还好啦，这是熊猫我累累，不是累累累，你要截图吗？把快乐的老师们全世界，周一也没力气上班，哎，是太开心了，所以没有力气。还有奇怪版，这个是有点画坏掉，可以吗？这个是你的礼物，你要截图。告诉了全世界。为什么觉得那个有点眼睛夸张？对啊，坏掉了，哎，因为眼线不够深，应该吧 ？I don't know。你可以自己把它修得好一点。如果你要哦，夏贤去做了什么？我怎么没看过这个？夏贤那次比较晚来吧，好像前面给我就给大家看，而且我旁边弄的是粉粉蓝蓝黄黄的，我很喜欢这个配色，梦幻的感觉。可是我没有的很喜欢梦幻，我在讲什么？反正就是我喜欢这三个颜色，比较没有那么圆，
可是很丑哎，不肯露出血是吧？因为很丑啊。那白珠出啊，他太远了。那个隐形眼镜跑偏这样。前面，本人也高笑了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学什么东西？好啦，59分了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做你的女朋友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拜拜。3分钟，sorry， 下次再跟你聊天。然后这首歌听完吗？不要，我要我喜欢一个整点的 feel， 没有啦。快了快了，做你的女朋友。榜榜有看还没？忘记了。来，5 4 3 2 1，噔噔噔！拒绝了头，臭表哥。哦，表哥当然不能答应啊，对吧？因为是表哥，是吗？什么想看我的字多丑？哪有很丑？哪有很丑？有点没水的 feel。哪有很丑？写那么好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喽。